大家好，我是 Tom 回到玩足球小将肖豪。咁啊，8月5号啊更新咗之后咧，会有呢个日本代表队选手 Who 咁啊，有最终 step 就有 JR 世代嘅代表队选手确定啊。咁啊，开吹时间系8月5号至到8月19号。咁啊，介绍角色，日本代表队 U15 嘅松山光 ，PW 属性 DF 位置亚洲日本选手，最大选手力56,394，队长技 DF。的日本代表队选手啊，全能力增加 20%， 技能咁有呢个防守嘅司令塔啊，咁啊编成 DF 嘅数量啊，自身技能威力增加 5%， 咁啊同埋编成里面有日本代表队选手啊，技能威力增加 2%， 咁啊同埋编成喺 DF 嘅时候咧，技能威力会增加多 5%， 咁啊第二招千射万箭。咁啊 ，DF 編成嗰陣啊，自己隊嘅得點咧有一球以上咧，就會有呢個自身技能威力增加30%。咁啊，裝備技能有射門技 ，match up 嘅時候有你屬性長合啊，技能威力增加35%。咁啊，最大威力係7,860。第二位 U15 嘅日本代表早田誠 ，PW 屬性 DF 位置亞洲日本選手，最大選手力56,392。咁啊，队长技日本代表队选手全能力增加 7%， 同埋 FW 同埋 GK 咧全能力增加 8% 嘅。咁啊，技能有两招啦，第一招系先手必胜啊。咁啊 ，DF 编成嗰阵同点嘅场合啊，咁啊大家都系0:0啊、1:1啊咁样，咁啊都会有呢个自身技能威力增加45%。咁啊，第二招有呢个。戰嘅經驗啊，咁啊加20%喎，咁啊 DF 編成嗰陣 match up 嘅時候啊，發生嘅時候啦，咁啊自身技能威力增加20%，咁啊基本上依招都幾好用，不過要用到去100% 就完噶啦，咁啊即係用5次啦，咁依只都幾好用喎，依只早田，咁啊裝備技能有呢個厭煩鏟球。咁啊，裝備選手係 PW 屬性長級啊 ，match up 嘅時候啊，技能威力30% up， 最大威力係7,840。咁啊，基本上用翻呢個 U15咧，因為係 PW 屬性啊嘛，咁用翻落去基本上已經係發動咗呢個威力 up 噶啦。咁啊，依個 pool 就有7個 step。咁啊，喺第5個 step 咧會有日本代表隊選手一體確定啦，同埋。第7個 step 會有 JR 世代嘅日本代表隊選手一體確定。咁第2個咧就有依個挑戰賽啊，咁啊打依個德國隊嘅，咁啊可以攞翻5,000個彩球。咁啊開吹時間係8月5號至到8月19號。咁有張限定卡，咁加依個全能力級1,200點嘅。咁啊裝備限制係入。本代表隊同埋全日本 JR 隊嘅，咁啊增加翻 match up 嘅時候啊，鏟球技能威力10% 嘅。咁啊睇翻個活動先，咁啊加成角色咧都係用翻依啲日本代表隊選手啊，咁 U15依啲。咁啊，我有嗰啲咧，例如呢只啦，泰來咁啊，增加翻60% 嘅。咁如果最新嗰張就係早田啊，咁啊三星會增加100% 啦，松山都係。咁啊，如果有抽開 U15 就應該非常之容易打噶啦。咁啊，睇埋個關卡啦。咁啊，第1張啊，三星條件啊，試合勝利啦，無失。球啦，同埋呢个得失点3球以上啊，即系赢3球。咁啊，试合呢个规则咧，就有呢个全选手嘅铲球技能威力增加50% 啦，日本代表队选手嘅全能力增加多100% 能力值嘅。咁之后咧睇任务，累计任务呢度就有第1個试合啦。需要用到日本代表队的早田誠和松山光，
咁啊两边都要各入三球以上，仲要得点胜利，咁可以攞埋呢个彩球嘅。咁同埋个三星条件达成啊，都可以攞埋彩球。咁最尾咧，第五个试盒咁啊，先可以攞到张限定支援卡。同埋第五个试盒三星条件达成咧，攞埋个 O 六嘅限价突破卡。咁另外咧，讲翻呢个联赛，咁打呢个分数嗰个啊，咁而家改咗系，咁中学生选手全能力增加 100% 啦，同埋智慧全能力增加 100% 嘅。咁到下个星期咧，就到小学生队噶啦。咁今期联赛啊，咁因为系中学生啊，咁可以抽翻个中学队。咁喺呢个大空翼绿星进化嗰个铺里边，咁啊转咗呢个东邦学院啦，同埋南国中学嘅。咁有兴趣可以抽翻。咁我哋今次咧嚟抽呢个日本代表队选手七个 step。咁我比较想中早田诚先嘅。喂，第一下就已经有个彩波啦，仲要撩喎边个？吓，一讲就即刻中，咁好运？咁有呢个现反铲球啊，正！第一下就中。咁我都係要繼續推落去啦，推到第七個 step， 咁睇下可唔可以中埋另一個松山光啦，又或者其他嘅 U15 啦。好，今日第四个 step， 哎，有一个彩啦，已经博，系边个咧？佢补咗只三杉纯俾我。好，咁第五个 step 就一体确定嘅。咁呢个系至少有一个噶啦，又系撩喎，哎得仔。咁呢个得仔系啊全球嗰招。咦，今集都几多撩啊！咁啊，仲有两个 step， 咁啊，睇下可唔可以又重复早田诚，又或者松山光啦。今次好，咁啊，一体确定啊！一体确定系啊！呢、这個小志強，咁既然抽到隻早田誠咧，咁我哋可以睇翻早田誠嘅啲技能啦。咁佢本身以前係有招射門嘅，咁我都可以用呢招做射嘅。咁有利属性会有呢个威力增加啦。如果系冇 EX 技咧，就用翻招旧技都得嘅。咁啊，星爆晒全满咧都有 25% 有利属性。咁另外就系呢个重生光啦。
咁啊，抽唔中啦，咁啊睇下你会点样用法啦。咁啊，重生光都我都唔系好多，得两只呢度。咁有张 JR 嘅，咁如果旧嗰只就，如果系小学生咧，就用呢个咩不觉射门啦，仲有呢招小学技嚟嘅呢招，就比较渣啲。咁啊，劲啲个招就呢招。咁但系要用到 JR 队嘅角色咯，咁啊 JR 嘅重生光，咁啊系同属性先有呢个威力增加嘅。咁啊系 EX 技啦。好，咁啊今集玩到呢度，下集再见啦，拜拜。